噔噔。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不啦不啦，顺点恩迪张马古，我是来自屏东狮子乡内狮村和屏东马家仓三河南村的排湾族和卢凯族的混血马沙鲁，谢谢。请问你背这个背多久了？很长了，习惯了，习惯了。好，我想问一下耳闻，你现在带的这首歌曲，你也是在我们音乐营的时候给你的一些灵感写出来的歌曲吗？没有。那个是我去年做的一首歌，对。那是怎么样心境写出这首歌的？就是一个感情上的故事，是就触发我写的这首歌，对。你们原住民谈感情都很浓浓烈烈哦。没有，你也是原住民。对啊，我知道，我是阿美族，我刚才介绍过了。好啦，我们都一样，我们都说真的。我觉得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真的不为什么，我们只为一件事情。有没有人答对？答对我送礼物，就一个字而已。谢谢，给这位小姐掌声鼓励。你们后面有听到吗？我们就是因为爱，所以我们今天大家才会在这边相聚，好吗？那我们来听听耳闻，他从他心里面用爱发出来的声音写出来的歌，好吗？再一次给我们的耳闻掌声鼓励。不要去怪罪感情的是是非非，不要去怪罪人生都不太顺遂，再多的埋怨，再多的眼泪，最后无法得到慰藉。就拍拍手不回头，我早已没有期待，当感情变成奢求，说再多也都是借口，再多的期待也只是等待，再多的等待也不会回来，就这样这样。想起我们的过往好似如此的美好，想起我们的过往好似丛林的宝，想起我们的过往原来是枯草加了草，想起我们的过往原来只是我在幻想。只是故作坚强，原来我也是属于个感情的输家，只能活在羡慕嫉妒吃醋的小框框，祈祷有天有谁能够带我回家。看似外表没事的我只是故作坚强，原来我也是属于个感情的输家，只能活在羡慕嫉妒吃醋的小框框，祈祷有天有谁能够带我回家。就这样吧，那些回忆我会记在心里，就这样吧，眼泪是因为我多在乎你，先这样吧，擦干眼泪就继续走下去，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去等你。就这样吧，那些回忆我会记在心里，就这样吧，眼泪是因为我多在乎你，先这样吧，擦干眼泪就继续走下去，希望还有机会成为你的伴侣。这样吧，就算分开，就这样吧，就算分开，一次又一次的重蹈覆辙，一遍又一遍的陌生质问，一次又一次的重蹈覆辙，一遍又一遍的陌生质问。谢谢，来宾请掌声，谢谢我们的耳闻带这么好听的歌曲。还有话说吗？我可以工商吗？好啊，你可以工商。好，我先到旁边一下。
大家好，我是尔文。来，我自己也是有一个乐团叫 Focus 乐团，然后我们在12月27号在高雄蓝色狂想有我们的演出。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或者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到现场来多多支持。马萨路，谢谢，谢谢，谢谢尔文。这也是在讲一个感情之间的事情，就是说，他说那个彼此你已经喜欢对方了，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因为你喜欢他，你不好意思说，所以你可能会错过这一段很好的这个姻缘。所以其实他想说，就是我们大声说出来吧，我们就说有爱就说出来，没有关系。好，你不要放，记得做任何事情不要放弃，因为你一放弃了，你就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也就是说，我们要成就自己，我们就要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好吗？就像星巴克啊，星巴克的创始人，他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要创立星巴克的时候呢，他找242个人的投资者，想要投资这个事业，但是有217个人放弃跟他做合作。可是现在台湾、全世界有没有哪一个人不知道星巴克？懂我的意思哈？如果你们懂的话，代表你们智慧。如果你们有智慧的话，通常这个时候应该会给自己掌声鼓励。啊，谢谢。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